为什么我们可以勇往直前？咱们面对背后的国家，可以无惧不堪。因为你们无所畏惧。在压迫中敢于反抗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。在黑暗中敢于照亮。在逆境中敢于坚持。在未知中敢于指引。每一个时代造就了无数的英雄，每一位英雄撑起了中国的脊梁。是无数个你们站出来，才有无数个我们站起来。是无数个你们敢去相信明天，才换来无数个我们日新月异的今天。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永葆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乘风破浪，扬帆远航，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一百年，敢教日月，换新天。